那我们现在打个电话试试看。喂，钢铁贝壳。喂，远房亲戚。喂，莲姐姐。刚刚在跳莲那首歌的时候，着实稍微有点累了，但是我说累是累一点，但是这个士气不能掉。在干嘛呢，莲哥哥？我现在在北京开演唱会。我刚唱完去，算了算了，这话不要说太早了，一会儿没时间去。哎，你们现在在想谁啊？好，那我先挂了，我先去唱歌去了。这个接下来呢，这首歌呢要送给一个很珍贵的人，他一直在我的心里，然后他也一直默默的支持我。这个人就是，哎，你们听这首歌，你们一听这首歌的音乐，你们就知道这首歌给谁了。来，3、2、1 ，Drop the beat。